在勾引程总，这也太近了。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。什么情况？知道吗？不知道这样搞。这一天好飒呀！活该，谁让他打听广州勾引家老公的？这也太刺激了。得罪谁不好，偏要得罪郑家千金。老板，现在我觉得形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真心。敏慧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听好，从今以后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真的是你，贤妻。你的病是命运的绳索，系住了你和我。五年了，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？钱？居然连有妇之夫都不放过。还是说为了得到你想要得到的，什么人都可以，就像当年骗我一样。已经五年了，我们应该忘掉过去，放过彼此了。我是想忘，可是老天不让我。又跑哪儿去了？全全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
报告了吗？你来医院干什么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的病又发作了吗？假装关心我，演得还挺像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话呢？你以为再摆出一副假模假式关心我的样子，我就会心软吗？是，我是说过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但命运既然让我们又见面，你就要做好为之前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的准备。你好，我是百安科技研发部总监敏慧。敏总监你好，我们老板正在等你。你们老板知道我要来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但总助交代您来了就带您上去。这边请。老板，人带到了。你好，您就是 Jason 吧？你好，明总监。真是没想到啊，你竟然是蓝鸟投资的 CEO。你难道不知道前天晚上的晚宴是为谁准备的吗？你的戏越来越差了，程启让没上钩，跑我这儿来了。辛总，我今天来呢是代表百安科技过来跟您聊家人医院和我们公司合作的 MIST 项目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不能。辛总，如果说您没有时间，我们可以约别的时间。林总监，我劝你别白费心思了。今天让你上来就是想当面告诉你，作为家人现在最大的股东 ，MIST 和家人的合作，我一定会叫停。为什么 ？MIST 的数据你有看过吗？为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？一定要让你为之前的错误付出代价。MIST 只是前菜而已。星期我们真的要这样吗？我们就不能？不能！我无法忘记你之前对我做过的事情，更无法原谅你。所以你聪明点的话，离我远点。